大家好，我是吴秋峰，今天我们来讲物品展示框。你可能不知道的十件事，我们开始吧。首先第一点，我们的物品展示框放出来之后就是实体了，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可以进入它的视野里。那个感觉好像生物、没错，我们现在就是在展示框的视野，在看世界。虽然展示框啊，展示框本来就不会动嘛，所以这个画面也就不会动了。第二点，最早的物品展示框啊，只有框而已，没有里面那个算皮革吗？所以表示，如果以这种模式的话，只需要几根木杆就可以合成了，对不对？当然，这个没有时装啊。第三点，我们的展示框是可以输出红石讯号的，经由旋转的角度，最多可以输出八格讯号哦。所以有人把这个当作密码锁来使用嘛？对，你只要一个、两个、三个，就可以创造很多密码了哦。第四点，我们的物品展示框可以自然生成于中介船里面哦。没错，就是在这里，就是要找翅膀的地方啊。应该没有人专门为了展示框来到中介船里面来拿吧？要来拿当然是拿翅膀、拿鞘翅啊，谁会为了展示框特别来中介，对不对？第五点，不想自己做物品展示框也没关系啊，村民有在卖哦，专家级别的制图师有几率卖物品展示框啊，在基岩版本是一定会卖物品展示框，但是在 Java 版不是哦，只有机会，有多少机会？1/17，没错，就是要跟16张棋子共同争夺专家的那两格空位齁，不是很高啦，全凭运气啊。第六点，在 Java 版 1.16 之后，不需要修改任何的材质包，直接可以用指令召唤出透明的物品展示框哦。它的效果大概是这样子，完全看不到这里有东西齁，可以把控制杆直接放上去，它就是透明的啦，透明到你完全感受不到它的存在，就是这样子齁。荧光的也可以用同样的指令召唤出来齁，就会一样贴出来，就是透明的，然后我们的东西会变亮嘛，对。那我刚才说的是 Java 版齁，基岩版没有，对。再强调一次，基岩版没有。第七点，我们荧光的物品展示框那个发亮不是真的会发出光啦，跟我们的发光鱿鱼啊、月灵啊是同样的东西啊，只是自己发光，不会影响周围，本身也没有什么亮度哦。对，就是只是材质变亮啦，看的这样应该看得蛮清楚的吧。第八点，在纹理大改版之后，我们的物品展示框还有改过一次哦，在 1.18 的时候才改成我手中这个样子。 1.18 之前到 1.14 是长这个样子的哦。为什么要改成这个样子？原因是因为放出来的这个材质，这个物品展示框的材质是属于桦木的啦，而不是橡木，所以手中这种物品模式就从善如流，两个要变得一样嘛，把这个看起来比较像橡木的框改成了这种比较像桦木的框哦。第九点，你觉得在一个格子里面可以放下几个物品展示框呢？其实只要你放得进去的话，在一个格子里面是可以塞进六个物品展示框的哦。哦，已经看不太出来我放了什么，放成这个样子有没有？六面啊都有物品展示框，
塞在同一个格子内哦，就是这么夸张啊。对，毕竟在 Java 版放出来的物品展示框就是实体嘛，一格里面塞个24个活物都不成问题了，放6个物品展示框好像也没这么值得惊讶了嘛，对不对？第十点，其实我们的物品展示框是基于玩家网友的建议才新增到麦块里面的哦，跟我们的花盆中介箱是一样的，都是玩家网友在网路上建议，麦块官方就决定采纳了。近期好像比较少这种东西出现，对不对？不愧是早期的产物哦。以上就是你可能不知道关于物品展示框的十件事了。其实我个人是蛮喜欢用物品展示框，觉得这个设计真的很棒啊。早期箱子里面，你可能要告诉大家说这个箱子要放什么，你可能要用告示牌打字。那早期还打不出中文的时候啊，只能打英文，对，很多人还看不懂。现在物品展示框贴上去，上面贴一个就泥土石头啊，没有人看不懂吧？那个图像比文字更容易传达哦，所以我觉得这个设计超棒的。你们觉得呢？希望以后还有类似这种巧思的设计啊。希望哦。我们下次再会，拜拜。